的道次介绍。第二道台东是宋元俊，第三道彰化县谢嘉义，第四道屏东县王伟俊，第五道花莲县杨俊汉，第六道花莲县魏泰珍，第七道台南市郑国宇，第八道台东市赵静明，第九道新竹县魏义庆，其中总决赛是以第五道保有目前全国第一的花莲县杨俊汉，总决赛跑出10秒48，暂时领先18选手。男子100公尺的大会纪录是由花莲县杨俊汉所保持的10秒29。男子100公尺决赛，108年全国运动会。那么大会纪录10秒29，还有全国纪录10秒1，都是杨俊汉所缔造、所保持的纪录。我们也期待他在今天比赛能够跑出优于10秒05的成绩啊！有10秒05的话，就能够前进到明年的东京奥运。选手准备，杨俊汉是在第五道。枪响，比赛开始，选手向前冲，杨俊汉在后段就领先了，开始加速冲上来，抵达终点10秒33，也是蛮靠近大会纪录的一个成绩，10秒33。杨俊汉在男子100公尺的决赛跑出了10秒33的成绩，拿下了金牌，也是恭喜他在本届的全运会男子100公尺拿下了冠军，夺下了金牌。10秒33的成绩，距离大会纪录10秒29差了一点点，不过也是非常的接近了。决赛他的10秒33的一个成绩，也帮助他在108年的全运会拿下金牌，恭喜他。